Hello， 我是江江，又到了我们的开箱时间了。这次的开箱呢是我们的天堂 M， 那我们来开箱一下啦。好，获得一，然后一个七，一个九，一个四，一个零，一个七，一个五，一个九。再一个七，一个六，一个四，一个零，一个六，再一个零，再一个四，好多七哦！哎呦，有个八，有没有二啊？啊，居然没了，获得一个五啊，是吗？哇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再拼一下手气啊！我们来买五个，好不好？15万天币，购买购买购买，买了！我要拼个二出来啊，凑个2018，对不对？开箱开箱开箱，一个八，一个零，一个三，是多少？哦，获得了，这样我就2018了耶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来制作一下箱子好了，看一下啊，这箱子到底会怎么样啊？我们各做一个箱子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来开箱一下啊，获得200个祝福粉末，哈哈，好啦，有总比没有好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发现这个七非常的多啊，七。七是代表过去嘛，对不对？我先把那个世界关掉，好吵、啊。OK， 我看一下，准备开第二个箱子，获得100个魔法娃娃的制作硬币啊，这个是好还是不好？我们开这个新年祝福箱好了，开到了两个红宝石啊，这个是做什么用的、啊？准备开大奖啦！大奖是什么呢？什么？三个龙之钻石啊！最烂的，好吧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就至少就是有抽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龙之宝石呢，也是可以，也是还不错啦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们这次开箱到这边结束啦。